党团民进党团今天就说，是不是副总召应该要跟韩院长应该去先去就这个议事的规则去做讨论，而且民进党团也说呢，是不是就是韩国瑜应该说韩国瑜的这个决定打脸的蓝民进国民党的党团。也没有说是打脸呐、啊。目前来说，我想副总召当初就是因为有非常多人跟他反映这个食安的问题是大家非常的关切，所以他才去做出这样一个是否可以在我们这个正式会议之前能够请陈院长来过来专案报告。那我想韩院长他是经过多方的一个考量，他会觉得说，哎，可以在我们的正式会议当中呢，就请陈院长来做一个这样专案报告即可。所以我想符合，比较是符合，我想是院长跟我们周恩来这个秘书长的一些的一个沟通的方法。